这边教室了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好不好，表示欢迎好不好，来好。那我们后面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这些优秀的叔叔阿姨好不好，谢谢谢谢各位小朋友，中午好。好，吃饱了没？吃饱了，我来问问大家吃什么好不好？我们看看今天中午吃什么。就是因为这样子。对对对对。然后来问一下，来各位妹妹，你中午吃了些什么？我们吃便当。吃便当？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跟大家讲一下。中玉恩。玉恩哦。玉恩。玉恩哦。哇，玉恩。他今天便当。便当里面我们要来玩接龙的游戏哦，便当里面一定会有东西，有食物，对不对？那便当会有什么食物哦？所以要赶快举手去讲，赶快举手讲啊！等一下才会讲到最后就没得讲这样子。那你在讲之前呢，你也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，让我们认识你哦，阿野。等一下我也会介绍我们大家，让你们认识好不好？好，那雨恩，雨恩说今天中午吃的便当。那便当有什么？哪一个要接下一个？鸡腿还是排骨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赶快举手！便当里面有什么？你今天中午吃的便当里面有什么？好嘞，你香肠。香肠、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刘博雅。博雅，博雅说便当里面有香肠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来，豆子。豆子，好，叫什么名字？刘子妍。子妍，博雅、子妍、雨恩，豆子，豆子是什么豆子？你知道？不知道，四季豆啊，哇，长长的，那四季豆是长得长长还是圆圆的还是扁扁的啊？扁扁的，四季豆是扁扁的吗？不是哦，买一刀，几块一刀，用刀哦，不怪我看见了，快来穿一刀，台语听得懂吗？好，听哦。那因为等一下我跟你讲一个台语的故事，所以我要先确定台语观听得懂。好，那有会穿插。那豆子哦，有豆子、香肠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赶快，雨恩再讲一次，对不对？地瓜叶。地瓜叶，太棒了！还有呢？主食最重要的那个，你们都会吃到的。有没有？没有，还有什么？哇，那他们都讲过了，要让其他人讲。好，来你。什么？鸡蛋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雅婷哦，雅蕾，雅什么？雅婷，雅婷，还雅蕾，雅蕾哦，雅蕾哦，雅蕾说有鸡蛋，然后呢？青菜，青菜，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轩玲，哈，雅蕾，轩玲，他说有青菜，那还有什么？便当里面还有什么？饭，对呀，来，知怡，好，知怡，哈，还有什么？虾虾仁哦，虾仁，你们的便当很不错呢。对啊，晚期对话便当很丰富哦。那这边全部的人都讲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要来考考后面这些阿姨有没有专心听你们的名字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来哦。哇，有很恐怖，有哦，很专业哦，阿姨听就好了。来，再是这个阿姨哦。阿姨，你告诉我们大家其中一个。雅蕾，有，叮咚叮咚，有答对了哈。然后呢，还有嘞，雨恩在哪里？叮咚叮咚，哇，那还有博洋，哇，那还有，那叫什么？晚什么？我叫谢一个喽，晚晴，对不对？叮咚叮咚。首先呢，一定会有一个很厉害的哥哥要来变魔术给大家看。哇！